下我们的徐老师、陈真老师，还有我们今天的地主哦，吴军校长，还有我们的秀妹、大舅主任，还有我们所有的与会的所有的同学，还有我们所有师长，早上早安。早。今天非常高兴哦，我们先这边举办了这个科技教育的一个创意实作竞赛哦。那这一次我们总共有四队哦参与，那么国小有2队哦。那我们最后其实这个我们是去年度开始哦，就是已经有办了这个生科竞赛嘛。那我们今天算是四科的一个竞赛哦。那其实大家也希望说我们今天哦会评选出国中一队跟国小一队哦，那代表我们南投县哦去参与我们这个全国赛的部分哦。所以我相信说今天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有准备一段期间哦，那老师也都有给大家就是有这个训练哦。那希望说我们今天大家都发挥很好的一个表现哦，跟很好的成绩哦，那有争取这个全国赛的一个机会。哦，那这边我其实县府也很重视我们这个科技教育哦，不管是我们的生科或资科的部分哦。那像我们在资科部分，我们这个书班的部分也都是大家有目共睹了，我们也拿到了全国的这个第一哦，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一个成绩哦。那所以相信说，我们其实在不管在国小端哦奠定这个基础，还是我们国中端在这个奠定这些我们的这个科技教育的一个基础，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扎根的非常好。好，那尤其我们四大科技中心其实都协助我们各校办理非常多的这个科技的一些政策哦，那让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有非常好的一些表现哦。那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哈，今年的一个比赛哈，也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展现自己的一个实力哦，那争取这个好的一个成绩哦。那在县府的部分哈，我们也都会全力支持哦。那除了我们办理这个生科资科竞赛之外，我们去年开始也都办理这个黑客松的一个竞赛哦。那其实大家都是发挥这些创意发想，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问题解决的能力，还有一些动手做的一个能力哦。我相信说今天的一个竞赛能力，大家都可以发挥哦这样的一个精神哦。那再次感谢我们张师大哈的伟立教授，一直以来都给我们来投非常多的一些支持哈跟资源哈。那也谢谢两位哈，我们的张大的一个评审哈，评审老师今天也会就是会帮大家评选出哦，就代表我们南投县哦参与全国赛的一个队伍哦。那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全力以赴。那也再次感谢我们刚刚国中的吴军校长哦，我们的大军主任这边哈，刚刚的一个科技中心承办今天的这个竞赛哦，希望大家都有好的成绩哦。谢谢各位，谢谢。